语文题，昨天晚上从福建寄回来的，就是家里了解到啊，在家里是比较调皮的啊，希望来了学校以后要好好改变自己，好吧，换一个环境，一切从头开始。所以学校有学校的规定，不能留啊长头发，更不能染黄头发，所以叫你来帮你剃个头发啊，也寓意着你会越来越好。我希望你啊，要像你的身高一样，是吧？身高这么标准，希望你各方面都优秀，好吧？来，再帮你剃个头发，来啊，剃头啊！你看我这一站比教练都高那么多啊。精神的方向，一切从头开始。今年十几岁啊？妈妈是别人的。